是你来救我的，皇帝，和你真多谢。是什么？小等。我才有缘分，想给你送个机会啊！重要是运，永远难忘。多谢你啊，林浩，林浩卡。我老爹救啊！你老爹唔救，不要紧，阿叔赶到位，我救你哪有问题？多谢。恁爸囝为怎样这般模样？有人要来杀你？到底对方是何人啊？对方吗？讲起来真见笑，我讲袂得让我出嘴。什么人都有困难，既然我发现会当救你一命，你有什么困难做你说出，我会做会到，我来倒帮忙的。请问总司毋知安怎称呼？我叫做刘乾坤。刘总司来救我，有缘再次过面，我用你介绍，伊是我的仔，叫做方明，我叫做朱英雄。拄只来逼杀我的人，就是妈妈的情人。小心！想袂到，我的母子天父用我最先。伊爱英华，爱富贵，我是一个读册人，我做袂到。对方有钱有势，伊来抛下阮爸阿娘，想袂到路上，我去撞着伊，伊带着我来受伤着，听着。你有可能见皇兄，那安尼你的身份是？我知道。